过来，你跟爸爸来。爸爸。乖了。Dino。Dino。爸爸，来，你看看。对吧？恰恰怎么打？呜呜，好可爱哦！好害怕、啊，奶凶奶凶的，是不是？打快板的在这。呜，不能拆呀！你看这个，龙龙，呜，不见了。哇，小恐龙来了！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哇，不见的！哇，小恐龙在这。二人转啊！你给我打快板。小鸡蛋，你看看这个，这里你看会飞来飞去，你放下一。这是乐宝最喜欢的书了。这是你小时候的书？不是，这是达贤的书。我小时候的书没有这么厚的，是那种很薄的那种。这个定价58，这么贵啊？不知道网上卖多少钱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龙龙。我会跟他讲故事的，他有对应的图案的。什么意思？那什么太阳升起来，恐龙出来了那些。哪里啊？你自己想象啊。哦。没有字的。从前的从前，你看看，有一条河流，它孕育着许多的生命。里面有一只食人鱼，它在吃前面的三只小鱼。然后两边河岸两边都长满了那些植物，有一棵特别大的植物。你不能打。那我下次不在。哎呦，不能打人了吧？不能打手机，手机也是。会不会有版权？哦，会呀，会呀。对吧？跳跳跳。每个小宝宝都逃不过的神曲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的？飞软了，好，你看乐宝，爸爸来了，乐宝抓去洗澡睡觉，抓去洗澡睡觉了。乐宝，爸爸帮你拿衣服了。他想捉迷藏。
跟他说迷彩呢？你要洗澡了了吧？可爱的。哎，你坐好，坐好，姐姐放哪里？姐姐。姐姐。嗯。好，我们回来。回来现在好玩了，玩这个玩刺激，长大了爱玩这些了。太没鬼啦！Are you tired? You tired? 嗯。他经常自己坐上去让人家睡。哦。嗯。妈妈扇你一脚。你自己回来。好了，洗澡。洗澡澡了，宝宝。好了，洗澡了，爸爸。哎，他会了，他会了。哦，对哦。爸爸，你会了。往前蹬。往前蹬怎么蹬？你自己会了已经。哇。哇，好棒棒哦。怎么往前了吧？往前他只要你推。脚放上去才能往前。啊，往前怎么往前？我翻译一下乐宝意思就是推我呀，哥哥啊。推呀，哥哥。不推不推，那么去洗澡，洗澡澡了，快点。只剩裸体了。你去吹一下口头。抓哈基米去睡觉。他会拍拍你。爸爸，爸爸，拜拜。睡觉了，晚安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哈基米，你要干嘛？你要砍他是不是？砍他。你又喜欢坦坦，你什么都喜欢的你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拿坦坦回去。坦坦走了，走了。怎么有两条坦坦啊？这里，一人一条的吗？你，你拿这个水瓶干嘛？快扛倒了喂！坦坦。爸爸。要养鱼了吧？谢谢爸爸。嗯。那。嗯。晚安了，好不好了吧？那爸爸呢？问我他就不困吗？他就不困了吗？他困不困我不知道，我困了。我也困了，不如我们先睡吧。
没有这样睡觉吗？困了是不是？睡觉，睡觉。哎，看他，看他。